今天买了个大家伙啊，看到没有？买了个超大的行李箱，准备装在我们这个堂的这个顶上，就是为了带全家一起出去玩，因为要七座嘛，把后面两排拉起来，后备箱的空间就没那么大了，七个人的话行李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买一个行李箱放在车顶上，把行李装在上面，放掉了之后带全家一起出去玩一下啊。我们今天大表哥也过来了，让大表哥还有我们这边的有个朋友雷总刚好也过来了，一起给我们安装一下啊。好，嘿，这么巧，你们两个都是刚好今天一天，都有空。小姐好。两根直接皮重直接到手的，我是皮重噻，它就可以在称重。称重它官方背的肯定是背不了那件儿。这是么干啥的？哦，不是钥匙在那儿不嘞？有钥匙喂。不嘞，老师，可以到他老婆那边应该是。这里面好放钓鱼的东西啊。这里面都可以睡个人的，嘿嘿，很长嘞。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行李箱，这个24寸的，可以这样装啊，没问题。这估计得放个三个到。四个可以放三个。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吧，四个我觉得差一点，三个这已经很。男的三个还是大箱子容易的不 ？OK， 好的很，哈哈哈，完美啊！三个24寸箱子都放得下去了，可以了。哎呀，好准稳！十多分，十四十多分，十四啊，好准呐！三十多分，三十多分，三十多分。再把里面的螺丝紧一下，这个安装就完成了。这样，行李金福袋。到底了。全部安装完成了。还把那箱子看到，把钥匙打开了，我再试试。前窗这份应该没问题吧？哎呦喂，还是大表哥比较利索。雷涛买了多少了？哦，雷涛我买的便宜点的，才1000块钱哦。还可以吧？1000几十块钱吧。哦，要试一下那个前窗，有印象没？哈喽，打开前窗。好的。你好，小迪。哈喽。OK， 帮你关闭天窗了。应该是没问题啦，完美收官。你那个想搞个全国箱子，你是从山东那边寄过来的吗？有时候就去年前年买过来的。这今年还是第一次洗的。我也是第一次嘞，今年还没洗呀。哎呀。这一箱子不够啊，这一箱子这样多，15斤儿，用个那个类似用那个奇葩猪肉装的，我那个我的那个底下的一个什么一个皮儿或者一个那个大耳朵把它系上，人家肚子被打碎，人家一个人是直接拿两个手。
想试试。把这个纸刮了呀。嗯，手他不要。嗯，感觉行不？甜，还是甜的。你要五了哈，你要三香的。哎呀，那个番茄酱好好吃，那个酱料放的，哇！你吃吃啊，那个番茄酱好酱，吃着红薯片好口。还甜粽。甜粽吧。嗯。没了，烤肉，刚吃上，吃吃。哎，你吃过吗？那个烤肉。吃过了吧。你吃过了是吧？刚吃。你这不吃什么感觉？要不要尝尝那个吧？嗯。要不要尝尝那个？几只？把这几只吧。公安局要不要？啊。听着。来，农村就是避免不了什么，玉米不要，来鸡腿儿。看这头怎么黄着呢？啊，那那汤，把这土豆，那土豆，什么要不要吗？不是生，哎，不是生的，我给你搞一块去，这，这个是没得骨头的，要不要？你这个搞得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嗯，那也搞好吃的去。